究竟马伯骞能不能战胜毛不易呢？为了舒缓他们紧张的情绪，我们请到了他们最喜欢最心仪的神秘女神，给他们打来了惊喜的电话。今天会有一个神秘的人来给你打电话。今天为什么感觉状态有点累，然后昨天晚上睡得比较少，今天起得比较早。Hello。 你上次你怎么是我呀？我好喜欢你啊。啊？您是？你好吗？在 LA 吗？你学校的？实在不好意思，但我真的不知道。你还没有猜到我是谁吗？没有跟你开玩笑的了，我是你的女神呀。哦，我是你的女神呀。Oh my god,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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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my god. 哎，节目组你这个玩的真的有点太大了，你想。马老师你好，我是江江。你好，江女士您好，您好。江女士。马先生你好，对。非常的喜欢你。我也好喜欢你。我觉得在台上尽情的去享受舞台，尽情的去享受，自己给大家带来的那种欢乐。尽管有时候遭到一些不一样的声音，对不对？是。那我觉得其实，没有关系。我希望它不要成为你的负担，你可以把这种，声音转化成一种非常非常正的能量，转化成一种动力，让自己变得更优秀和更强大。您可以就是说话我听着吗？可以这样吗？我真的好想听你说话。然后我还准备了一个小礼物，就是一个小玩偶小兔子，因为我没有买到马。等我回国之后交给你好吗？Thank you, 谢谢你。Try your best. Okay, try your best. Thank you.那他送你这个兔子，你准备怎么处理呢？我会把这个框起来，我会把它就是放在家里有一个地方去好好保留它。It's precious， 很珍贵。最强厂牌，必须有你，一定要加油。最强厂牌，必须有我。写了一晚上的歌都上火了，还好。有这罐强效的黑凉茶帮我去火，才敢跟江女士打电话。马伯骞，很多人都质疑你不是靠实力走到了今天，那你现在告诉大家你是靠什么走到今天的？靠不靠实力，这个由你们来决定。但是我来到这个比赛，我是来拿到最强厂牌的。好，那你今天要带来的歌曲是什么？触不可及，是一首合作演唱。那你准备好了吗？炸起来。记得那一次邂逅你的笑容，你的温柔，思绪早已靠近，身体却在退后，还是没有胆量。I guess I'm still 有点害羞，渴望时间放慢进程，但到底什么时候 ？You looked back at me，
My heart stopped beating, my heart stopped beating，还没在乎赛后计较，或许我该走掉，但是突然转身发现 You're still looking at me with them beautiful eyes， Got me froze up， 毫无预兆，以为闪躲，以为逃避，默默按捺，继续停止妄想，这不客气的节奏，就像没了梦总会有始无终， But I 求你看我一眼，哪怕看我一眼，不管多么流离，距离依然遥远，施舍一句艰难对话，就能让我无法自拔，当代向无穷无尽的宇宙，没有止境，没有尽头，我又遇见了。 Damn you look better than the first time， Make it harder for me to get you out of my mind， Got fantasies ride with me in the galaxies， In reality want you to acknowledge meWhat you are, feel like a million, being resilient, having the knowledge, acquire the brilliance, finna make billions, finna be killing it, what's your opinion, yo? 还在保持吗？让我独自承受所有折磨。But I 再求你看我一眼，哪怕看我一眼。这一不管多么留恋，距离依然遥远。是说一句简单对话，就能让我无法自拔。正在向无穷无尽的宇宙，没有止境，没有尽头。我仰望着你，但你从来不回头。还是蛮后悔那个时候，反正时间都快要到了。Time is ticking away.